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释迦文佛悲悯众生，出苦无由而应现世间，教化众生，应机说法49年，委屈开示两种根本，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二者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以阐明宇宙人生之奥秘，皆是生死轮回之根由，令众生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回复真常，从而出离生死，熄灭苦轮，故明心见性，实乃佛教之精髓，超生脱死之关键。关于佛法，本来是无话可讲，因为一切众生都同具如来无漏自性，就可惜大家就不知道，因为向外追求所谓的物质，所以迷失了本性。伟大的释迦老子说成就是为我们说全所实，说圆所本，说大说小，滔滔不绝三藏十二部经文。其实佛法讲来一句话可以说，就是你所有什么东西都是为了明心见性之下做决，所以各宗各派也不过就是为了明心见性。自达摩西来传佛心印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至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以后，顿教法门风行天下。元音老人鉴于明心见性实乃佛法之纲宗，因此大声疾呼，奋起提倡，著书立说，广为宣扬。讲到禅宗，那是更好的宗，因为这些其他的宗啊，都不免在外面兜兜圈子，只有禅宗是直下见性的，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。我们看其他的祖师怎么指示学人呢？譬如灵性问贵宗，如何是佛？贵宗答：即如便是，你便是佛。灵性一听之后，就能领受，就能承担。还有这个于右大夫问紫玉禅师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紫玉禅师喊他：“大夫！”这个于右大夫答应也是：“嗨！”这个禅师说：“即此事，就这个就是了。”这就指点是吧？法无高下，当机为上。元音老人根据时节因缘，大力弘扬直指人心之顿悟法门，和盘托出，言下指归，令学人礼悟世修，融入不二。可惜现在我们末法时代人根基肉力，禅宗的祖师因为看我根基不好，就不用支持了，就教我们参话头。讲到禅呢，禅宗现在话头起不起劲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想啊，还是恢复古时候的资质好。你起不起劲是吧？这练这个练，练这个练不是谁没用处，还是开示你佛性是什么东西，怎么样见到他，直接指示你，让你知道之后在这个方面用功，保护你，把你的邪气消掉，这比较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主张啊，恢复古法，直指人性见性成佛。时时见性，大家还不知道，
看见这杯子，谁看见呢？这福星啊，是吧？谁拿这个杯子啊？福星哦，这杯子是什么？就是福星哦，因为福星创造的，是见相就是见性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相是心所显现变化的，离开我们的佛性就没有这一相。譬如这个大殿要造，是不是先要打个图样啊？打图样是设计构思啊，搞什么样子啊？怎么能够动脑筋啊？这不是佛性的功能吗？工匠再依照这个图样把大殿造好，大殿造好之后，这个大殿不就是我们的佛性所变化出来的吗？这个大殿就不是佛性了吗？所以我们见了大殿，你就见性了。所以我们时时能见性，所以肉眼能见性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明镜进来，时时能见，只要你不着相。还到哪里去见性啊？现在当下见性了嘛？还到哪里去见性啊？你这说话就是他呢。还到哪里去见他？你看你东西就是他嘛。你是保护他，不要沾染。你什么东西不要沾上去？我都看你这些相，这镜子心相，我不做你的相，我只看镜子，啊，不住相，就是保护它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开示你，叫你知道一念断处，寥寥分明的这个凝滞之性，就是佛性，你保护它，不要着境。一切境界来拉不动你，你不要跟境界跑，妄念起时不跟妄念跑，就在行住住卧四壁当中时时保护它，不要间断。那么你这个保护的明灭之后，久久共生啊，忽然之间一念脱落，就能保之性、熟保之境都没有了，你证到了本来面目了，所以这只是见性成佛，很好啊。明眼见性了，就是说身心世界都化空，打开了见本性，生死妙了，就是说第八识正知还在，也时常很容易，就是要做善观。明眼见性了，这是初观。打开了见了本，第一观打破，第二观在世上锻炼，那个没有爱憎取舍，所以行住坐卧都要做功夫，干看的是本无关照，是做功夫，做到你真的心透了，真的进入圣贤道的动力，啊，那你生死了了，就证得第八地菩萨的本质，分明了真道。还有另一生死，还是因为法子很重要，还有究竟实地，还要做功夫，还是发生正位，正位之后这个正位发生向上转，有功夫啊，一步一步的走，还要最后把这一切门子都消化，连一个多到银子都不可得，佛也没有。神通也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那叫做假如有，我有神通，我成佛了，沾沾自喜，你还没成佛，还差了点，因为你还有法在，要一切都没有才行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但因无始以来积垢深重，纵于明眼人指示，也难以自肯承当。修净土者如散心念佛，则不得受用。而参禅不起疑情，虽经数十年，也难得个消息。原因老人慈悲心切，以融禅静谧于一体的心中心法广为弘扬，方便接引，令学人明心见性，大吉大用。所以我们师父怎么说，这四种传授是四种，念法怎么传？怎么传呢？
不妨密听才，不妨说灭祖宗啊，这现在我们谈话都带着不起心情啊，这就指示你你不敢正当密听才能灭法的祖宗，这也是灭法的祖宗才，然后完全归禅宗去。心中心法乃密宗之心髓，属上上乘无相密法，修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能直下见性，不与其他有相密共，故名虽为密，实则为禅，既无家行与前行之繁琐疑轨，更无观相成功后再行化空之烦恼。这个心中心法密法的心髓部分，那密三论最后一个心髓部分，在西藏啊，在日本啊，和经过好多领袖才会传承这个，因为我们中国有道教有儒教的很高的文化基础，所以我们中国是禅宗最盛行，是这一块，因为有这个好的基础，所以我们的心中心法就可以不经过家行前行就自己修正行。它是以禅为体的，什么以禅为体呢？它是无相有第八十修持，其他律法有相灭从第六十修持叫到大圈子，第八十就是我的不根本，打开来就接到根性，所以转世成智啊，就第八识转，转一转身，哎，就成道。所以这个话非常很快，是用律法来反证禅宗，就接到我们的本性。因为这是大法，真的，这个法在西藏里面二三十年之后才能传。微乎其微的修下去了，是这样，他真就能打开了进行，真打开了身心灯的化工进本性，就真种子，这个真种子这一生生是不了不了尽，所以是顶多顶多切身天上切身人间，生死人间。在佛心精品《一通大随求陀罗尼》中，释迦佛开示说，心中心法为末法众生了生脱死最当机之法，丈佛密咒及六个手印之磁力加倍，修之能迅速消障开慧，圆证菩提。因为手印是什么呢？手印等于电子机上的天线，哎，沟通我们的心和佛的心联系起来了，啊，传送信息嘛。我们念咒吗？咒是什么？咒是佛在禅定中把自己的心化的符号，这咒的符号就打电报的密码等于是。哦，密码，对吧？呜呜，念了就这个有这个手印天线传送出去。哎，那佛是得到我们的感，他应我们，我们感佛佛应我们，他又是手印接过来接到我们，所以加持力强。啊，哎，所以密宗的加持力强，他就靠这个手印，靠这个咒。是借佛力量修持。我们这个手印啊，就是根据佛看见我们这个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就行于手指上，这个手指怎么弯怎么转怎么接起来，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就安排好了，在安排好的基础上念咒，这个咒就是发动机，轰气发起来容易打通，哎，是容易成道，这个手印大起作用。
心中心法有六个手印，其作用各不相同。第一印为菩提心印，此印教学人立大志、发大愿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巩固修道之初心，此印最为重要。密宗的手印有一万多种，以此印为诸印之王。第二印为菩提心成就印，此印可以消除宿障，治疗诸病，为开慧之前奏。第三印为正受菩提印，此印为诸佛菩萨放光加持学人，推之前进，迅速入定之要印，亦可医治他人疾病。第四印为如来母印，此印为开慧成道与往生净土之大印，假此印之功力，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还可随愿往生诸方佛土。学人往往于修此印时打开本来，得见真性。第五印为如来善及陀罗尼印，此印乃集合诸佛密咒之功德威力与妙用于一体之印，能降伏恶魔，破除外道邪法，消除翻种子等的烦恼。故修心中心法，无入魔之余，亦无受外道邪法困扰之患。第六印为如来语印，所有佛所说之经与菩萨所造之论，与修此法后均能一目了然，通达理解，无稍疑惑。此六个手印需循序连贯修习，不可断断续续而修，每坐为两小时，百坐后需加坐用功。此外尚有打七和修九坐之法，只要如法修持，仗佛力加倍，定能打开本来，见到本性。只要你时时刻刻真用心，就是我上座时的死心塌地，心念耳闻，念这是心念，我的嘴念，耳朵闻，听得清清爽爽，这样子把大脑思想抓住不动，才容易入定。下座时没被关照，开始念着起住，不要念着跑，境界当前，不境界所动，生出功夫，很快。300度乃至500度，就能打开了就能进去，这话进行很快的。进行之后要进一步锻炼邪气，把邪气的方就释怀了。所以我们师父说的是这样子，哦，你好用功，一切都能打开，就实际上真用功，不要一切都。反过来不用功，三千都用功。所以我们一定好好的修法。大愚法师慈悲心切，怕学人顾虑此生修法不成，又为我等传授慈氏咒与往生广咒，借以保险。愿生都率净土者，可于修法外加持慈氏咒；愿生西方净土者，则可于修法外加持往生广咒。老人传法，融通诸宗，适宜解惑，应机施教，在在处处体现出慈悲恳切的作风和广利友情的悲愿。这个善心念佛真的要，我们要专心致志念佛，我们感念强应该才强，感念不强应该不强。我们念佛也要好好的念，像憨山大师教导我们说，念佛如推众生上山，要极力追顶，一句接一句，一字连一字，字字清算，那样子才得力。在净土宗里也很普遍的一句话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功，这句符号念得好，你的妄心断掉，符号脱掉，我们的心花就是我们的这个胸腔的入转心，
他会开悟，所以只要我们心念佛的空境，这花它就会开悟。我们的心在两种情形下子开，一种就在入三昧入定的时候，它能开悟，所以我们见到一份光明，开得大就见得光，光明大。第二种情形，就是在我们断气的时候，最后一口气一吐落下去了，戳到这个心包了边上的死穴，这个穴道，那么我们的心就开了。所以我们做得好，这个心马开敷，见到我们的自信佛，花开见佛就见自信佛。所以这句话就教我们做功夫做得好，当下就能够开开来见到本性，说心里清净了，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子不禅师说，我们念佛是不是能往生西方，自己可以检查。在什么地方检查呢？在两头取证，一头就是顺境头，顺地的时候，一头就是逆境，就不顺利的时候。顺境的时候你高兴喜欢不得了，念佛之心往的老后去了，丢到老后去了，是没有这个佛念当前。毕竟当前你的烦恼惯惑不得了，那个佛念也没有了啊！因为这两头你的坐不得住了，跟境界跑了，那么你命中时就很危险，这个正念就提不起。所以西藏要分九乘四谛修，就是外三乘、内三乘、密三乘的修。所以外三乘者就是先修显教的经文，然后再进行实修，就内三乘是实际的修法。他修什么？先修事业部，就先怎么样消障，怎么样出灾，怎么样治病，还怎么样发财。是啊，这个没发现是有财政法，但是西藏人他一定需要有这里关什么呢？他得一点感应引起他的信仰，没感应他不相信，所以他先要修这些法。因此引起我们汉地大善知识的误会，说这个密法是鬼神法。是啊，就你弘一大师也说过，是这个密宗不好啊，是鬼神法。后来他看见密宗的全文啊，以后怎么修法，怎么正果啊？他看到，哎呀，这个灭法是完满无缺，由浅到深，由小至大，一步一步的正圣灭走到，真好真好。所以他就写一篇忏悔文，所以现在的忏悔文还在，所以就是叫大家不懂灭法，就不要妄下批评，以免遭罪。明华正大师再三说，双生法不可轻视，轻而易举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不行的。是两头舌头，要么是这正在朝三间，朝三间朝出，要么是下地狱，那种节目性。超出三间，你下地狱，你心都不是下地狱。哦，这个一点感触就是我的佛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到家到家了，不要谢了不要谢了，我已经成佛了成佛了。现在你没有成佛，你是因地佛，懂了这道理，因地当中了，估计上没有成就，差了四万八千里，差得远，赶快用功。所以今天我趁这个机会告诫大家，假如有这个借鉴，赶快回头，不能不用功。
是正好用功，改革努力用功，时时关照，怪不得力，就是他根基也好，还不打住，不打住，不增加定力，境界还拉得也好。道理才知道，就是我们现在一念不动处，要得分明的，是为佛性，明白的道理是对的，但是不算几开，这是道理的。要真正做到对而生性，为而世界，一丝化通都没有，那才真正是在境界上容易得起，真不能行。后来境界一来就了，就没有。你说顿悟，是说进修，悟了道理之后，不是事情就不得过。所以特别过去，赶快用功去。你们把看乘风板扬起啊，一步登天啊，哪里这个诗啊，都缺你们。赶快一门深入，念佛者就一心念佛，参禅者一心参禅，啊，修密者一心修密，不要今天修这个，明天修那个，一无是处。像梁山祖师，就是维量宗祖师，神通不可求，神通知莫辨识。但得本不成功，认识本性，清爽了，这第一轮脚跟不停下转，不成功，那个自梦神通啊，一定是有的。神通不可求，求不到，纵然求得了，那都是假的，不是真。是现在要神通要不到，要到的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一鬼啊魔附的身体。那要传祸了，不好。我们只要有功夫打坐修法，事情还是要做，在做事当中来磨习气，磨光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就是先把人格学好，做人道理先做好，呵护人格，有人的是个道理。佛法不是这个你出世你是一个人的，而是入世的，是为人的。因此佛法是对我们社会对国家大有一处的好，对整个世界和平都有贡献的。师父，当我们在修心中心法这个打坐的时候，它是无形当中是宿世的业，是在持咒打坐打手印那个当中是怎么消掉的呢？师父，就是持咒性空啊，哦，持咒性在空境啊，一点事情都没有了，那还是么脏，是吧？心不空，你要想不落因果啊，落了又落。就是难办的，就是做主的问题。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来了之后做不了主，倒跟人家跑了。众生为度，自选沉沦是最可怕的。那我告诉你个做主的办法吗？有办法呀，你可以自己验证自己能做得主了，就是念起不随，你就能做主了。念的一起背就行了。没跟他跑就能做主，是不是？甚至暗头能自己做主，这个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大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他说要除掉这个习气啊，就是很多的习气我们是自己没有发觉的，是怎么去就是去知道什么时候发觉？什么时候发觉？你已经沾精了，这就是邪气，你动心了就是邪气，你丝丝毫发觉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无外那个无内无外，这个无你无我无他的情况下，在这个时候相当舒服。执着舒服你就不好，是吧？你还舒服执着，叫不可得，舒服也没有，那是对。有舒服住了里面，叫瑞守有邪，有四个字。叫瑞守有邪，守有正，舒服啊，开心。瑞守有邪，住相生死，不是为名闻利呀，也不是求神通啊，不求雨果，其他我们不求。老人灌顶传法四十余载，苦口婆心，应机施教，无非是应病与药，善巧方便，
愿学人不落言权，见月忘止，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精勤除习，大吉大用，得大自在，方不负老人的一番苦心。